来，35号擦好了。干啥呢？还不赶紧收摊去啊？啥意思啊？那个人换了我的送。坏。车想跑啊，我车还躺那儿了，我往哪跑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城市就是你们给搞乱的。哎，大家伙都看见了啊，我是直行，他左转。谁直行谁左转呢？我告诉你，你撞了我车就得赔钱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好，咱那个有话好好说，咱别动手啊。动手怎么了？啊，我动手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就是你们这些臭送外卖的跟无头苍蝇似的，整天乱窜。你骂谁苍蝇？我骂你呢。好，找练是吧？我，哎呦，我，嗨，嗨，让你往那边打，我操，这。嗨嗨，下手挺狠的，这干啥？哎呦喂，我的鸟哎，敢说这龙子啊？别打了，起来！把他妈死了！打，还打出来？你起来！看他妈我的鞋！你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呀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看看谁来了！真的给我叫起来！还叫起来！起来，起来，起！哎呀，来，先来进！哎，这这，哎，慢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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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呦呦，别！慢！装装，他装！装！大鼻子，大鼻子！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警察同志，我骑电瓶车从那边过来，直行。他突然左转，来不及刹车就撞上了。你别，你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你说的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。您请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警官同志，他一片好心来劝架来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去把车挪开。你们三个啊，一会儿跟我回所里说。哎，警官同志，你回来！我鸟笼子碎了，我鸟飞了，我找谁说理？这样，大爷，我车有四个座，咱们一起走啊。得嘞，走走着。孩子几岁了？六岁了。老家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医生说先姑息治疗，看看孩子自己能不能长好。前段时间咳嗽得很厉害，严重的时候还喘不上来气儿。我告诉你啊，孩子是部分性肺静脉异位引流合并房间隔缺损，这个病呢初期显现不明显。现在从检查结果来看，已经比较严重了，需要手术治疗。
必须要做手术吗？异位引流静脉已经粗大了，如果不手术没办法根治，再严重点的话孩子会呼吸困难，如果一直不做手术引发肺动脉高压的话，手术危险性不仅增大，治疗效果也不会很好。哦，大爷，说说您的损失。鸟飞了，白灵啊，是吧？他当然是逮不回来了。这笼子咱们得说道说道吧，百十年的老物件了啊，金丝楠木的，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去年潘家园有人给12万，我没卖。老头，我告诉你啊，别讹人，听见没？我老家里边山上啥木头都有啊。你老家山上的啥木头能赔我这鸟笼子？啊，我还告诉你了。哼，你家要有矿还差不多。这样，你俩先出外面坐会儿，我跟他俩单独聊会儿。我俩，得嘞。来，大爷这边。下次太狠，而你笨。你俩趁多少钱？啊，跟他俩较劲儿？要我说，你俩这点事私了就得了。你俩把人家打了，赔点钱也不亏。要是不赔钱，等人家鉴定完伤情，至少拘留15日，你俩掂量着办吧。哎，李哥，你就不该跟这孙子较劲。多少钱？连车带人，给个整数。10000。那还是拘留吧，拘留。你以为拘留是闹着玩的？为这点事儿留个案底，那以后出去找工作都不好找。我赔，这不就结了？对谁都好。妈妈，什么是做手术？医生给朵朵做手术，就像朵朵给电量不足的玩具车换电池一样。手术做好了，朵朵就充满了能量，想跑多快就跑多快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两个年轻人已经跟您道歉了。浑身上下呀，就这1000块钱，您看要不要发扬一下风格，拍拍手？啊，我得发扬风格，我还得抬抬手，那我得说道说道。你们外地人到北京来讨个生活，难我们能理解，可北京什么地方？古城，是不是？啊，哪儿哪儿都是值钱玩意儿。您磕着碰着的，您不得赔吗？哼，警官同志，今儿我要是拿了这1000块钱，我可就没度量了。哎，要知道赔这么多，我当时就应该往地上一躺，哎，咔咔吐点白沫。哎，不行，我再抽2下，谁赔钱还不一定呢，回头还能算个工伤。恁咋不抽呢？这个月发了工资，我还你啊。人我打的，你还啥？是真行，帮别人打架还替人家赔钱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李安轩，人医生可说了，朵朵这病啊，要是再不治，那很危险。爸爸，你看我的小飞机。来，朵朵，爸爸陪你飞小飞机。来，我都怀疑你这心到底是不是肉长。朵朵这救命的钱，你说赔就赔。我想变成小飞机呀。
你干啥？你跟个魂儿飘了，你吓我一跳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啥时候能手术啊？你要有钱，明天就能手术。多少钱？医生说了，最少20万。钱的事你不用担心。就咱们家这情况，我做保姆，你送外卖，什么时候能赚够这20万呀？啊，咱们来北京3年的时间，一共攒了5万块，今天你还赔出去1万，你想办法啊，你慢慢想办法。哎，多管几个闲事儿，钱啊自己就来了。朵朵，走，咱们上厕所，回来睡觉啊。来，穿上小鞋子。这个月呢，差评123，延误239，你们这么干是要把我干死啊？啊，这样啊，从下个月开始实行末位淘汰，综合排名最后一位自动走人。散会，李安全留下。杀气很重，持枪要小心点。喂，他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上上次你修鞋柜，上次你找井盖，这次你干脆干仗干到局子里去了。你想当活雷锋跟我没关系，可是你管闲事招来差评跟投诉，跟我的关系就大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别以为咱俩是老乡，我就不敢开除你。我第一个拿你开刀。不，王哥，坐下，来喝水喝水。你气死我了，你都。这份工作对我非常重要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最近公司啊，要从外卖员里选几个站长，我把你推荐上去了啊。我，站长是不是不好干呢？那肯定不好干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得先把外卖的活干好啊。对对。你说你要连外卖员的工作都干不好，你怎么干站长呢？是吧？嘿，别闹，我干活去了啊。去吧。嗯。长点心啊。要是被人发现了，你就麻烦了。你以为有钱人都和恁俩一样啊？吃虾怎么一只一只数着吃？可别闹了。哎，李哥，来一只。以后少干这事，丧良心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倒是想当好人，这虾吃不着，光剩吃差评了。有没有那个兼职的路子？一天跑14个小时，还有时间兼职呢。家里边出点事儿，急用钱。啊，那你可以跑代驾啊！最近是酒驾查的严，我们店里客人吃完饭都是找代驾。哦，代驾是吧？嗯，还行。成，我走了啊。嗯，大伙慢点啊。好嘞。吃虾你得，来，这样，
没啦没啦。哎，对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呀，这个飞的劲儿大呀！接住了啊，来再来。你看这。不玩了，洗澡了，累。哎，您瞧见没？我这房子夏天它不会热，出门一拐弯就是地铁站。可这四九城找不着比我们这房子性价比再高的了。您瞧，厨房跟那儿，这大彩电，您瞧瞧，您再瞧这双人床，足够你们小两口用了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那得了，就这么着。2000一个月，你还嫌贵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想带着朵朵回老家。你别想一出是一出的。你想啊，每个月房租2000，伙食费3000，还得给老家1500。你这样算下来，我们每个月能落下多少啊？这样下去的话，什么时候能攒够手术费？我说了，钱的事我想办法，你用不着操心。是要回去的，你还不如早点回去。我告诉你，朵朵不光要在北京做手术，还要在北京上学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在北京上那个打工子弟学校有什么好的呀？打工子弟学校也比咱们村里边的学校好。北京再好，它也不属于我们。那你告诉我，它属于谁呢？属于那些有头脑、有学历、有能力的人啊。啊，那你意思我啥也不是呗？不是，不是，李安全，你多能耐呀！啊，那你就继续在这做你的白日梦啊！啊，送一辈子外卖！我告诉你，刘平，我不可能送一辈子外卖，听见没？是啊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但是你记住了啊，我听够了，我也受够了，我不愿意继续租房子住。我不愿三天两头的搬家，不愿在公交车上挤来挤去。啊，那怎么着？我现在闲着了，怎么？别现在这社会都看手机，谁还买报纸啊？本来就不好卖，又加上城市规划要拆，老家父母的年纪也大了，反正也留不下来，还不是早点走。把这报刊亭拆了，通知都下了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也拆不了。朵朵，到了小姨家呀，
一定要听妈妈话啊，一定要讲卫生，懂礼貌，知道吗？爸爸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爸爸不去了，啊，爸爸去住员工宿舍。朵朵啊，咱们要走喽，拿着你的小飞机，呜，飞走喽！哎，上车，慢点啊，上车来。飞机也要上车。二三，坐好啦，我们要出发喽！出发喽！小飞机也要坐好。我租完房子，我接你俩去啊。我跟你说话呢。这小离家出，开心不开心？小飞机要开始喽！飞喽！飞喽！你要坐好，要不然会摔倒的哟。你也要坐好哟，要不然会摔倒的哟。来，好安全。安全走了。哎哎，您已开始接单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手机尾号1488车主吗？我这也没点外卖，我刚吃完饭出来点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忘穿衣服了。你这个厉害啊，大哥！啊，人大变活人啊！没，您车在哪儿？那个啊，好嘞，来。来吃蜡烛，一二三。耶！朵朵，这小姨送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谢谢小姨，不客气。哎，姐，嗯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朵朵做手术啊？等钱筹够了就可以做了。哎，姐夫，你最近忙啥呢？白天送外卖，晚上干代驾。那干得过来吗？反正就是觉不太够睡，天天困。不是，那姐夫叫你这么干，那一月得挣多少钱？不到2万块钱吧。这挣的比咱俩多呀。不是姐夫，要不我辞职给你跑外卖吧？你别跟我开玩笑。这样啊，你姐和朵朵住在你们家，的确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呢，以水代酒，敬你们俩一杯。不是姐夫，你都一家人，说这些太见外了。完了，来活了，你们慢慢吃啊，我先走了啊。那姐夫你慢点啊。哎，好嘞。你们先吃点啊。买单。好，您稍等一下。你自己悠着点，也别太拼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就管刘丽借点，先把手术给做了，以后慢慢还呗。人家刚买完房，还按月还贷款呢，哪有钱借咱们呢？你好，一共364，您看一下。多少？
这边买单。走了，菜打包啊。用你说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立马！站住！立马！站住！本月最佳旗手是。王忠厚，98分，奖金2000块，拿着。希望大家呀，在下个月要再接再厉，好不好？好。怎么都没精打采的呢？来，我们的宗旨是，态度，态度，态度。我们的命脉是。四道，四道，四道！哎，这就对了嘛！解散。你有事儿啊？没事。你说你啊，就差2分，2000块没了，又出去学雷锋做好事了。我昨天餐被人偷了，多了俩差评。这谁干的？这是自己人。这，我张震，你说你听见没有？你听见没有？咱俩买这房子不就是为了有这二人世界吗？你看这现在，快成集体宿舍了都。说住一两天，我看他也没有要走的意思呀。那你想我怎么办？她是我姐，我能让她住在大街上吗？住哪儿我不管，住这儿就是不行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今天要是你姐，你怎么办？我姐就不会给咱们张这个嘴，她就不会给咱们添麻烦。哎，收着。我有一姐妹。在佛山开足浴床，说一个月能赚10000多，让我过去给他帮忙。干啥去？给别人摁脚啊？给别人摁脚也比在北京做保姆强。你知不知道那个老头有多难伺候啊？啊？每天做3顿饭，还要推着他遛弯，还怎么的？说。他还得给他洗澡。老头让你给他洗澡？什么？走，走，带我去老头家。他不用洗澡吗？我给他洗一次。你放心，我给他洗一次，我让他这一年都不想洗澡。啊，来，走，走，快，走。我要带着朵朵去佛山。朵朵，我要带着朵朵去佛山。你要是想走啊，明天你就可以走。朵朵必须留在北京。我是孩子妈，孩子得跟着我。朵朵不光要在北京看病，还要在北京上学，明白吗？在北京继续寄人篱下，还是跟着你住员工宿舍呀？这就是你要给她的最好的生活。那也比你带着她去给别人摁脚强。朵朵，咱们走，走，
爸爸，爸爸，我告诉你啊，刘平，全中国治心脏就北京最好，自己心里有点数据见没？咱们走。朵朵啊，记住啊，在家呢要听爸爸的话，在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啊。妈妈，你不走行不行？妈妈也舍不得朵朵。等妈妈攒够了给朵朵做手术的钱，马上就回来，好不好？你真精神。妈妈，那你早点回来好不好？早点回来，妈妈早点回来。下雨了。
要不，爸爸给你垫一艘小船怎么样？好。哎。朵朵，爸爸4点过来接你，然后你陪爸爸一块去送一份外卖，然后7点咱们吃晚饭，吃完了之后啊，你就在屋里边看动画片，然后爸爸再出去干一会儿代驾，好不好？什么是代驾呀？代驾就是爸爸去给别人当司机呀。爸爸，我们班的刘子阳去鸟巢玩了。鸟巢有很多鸟吗？鸟巢没有很多鸟，鸟巢啊是咱们国家的体育场。咱们2008年的奥运会就是在鸟巢办的。我也想去鸟巢玩。好，周末爸爸带你去鸟巢，好不好？什么时候才到周末呀？今天是周一，还有5天就到周末了。那么长时间呀？不长。你看啊，朵朵，眼睛一闭，一睁，5天就过去了。好。快来。哎呀，去上学去吧，乖啊！辛苦老师啊，谢谢。每天7点起床，7:40之前要把女儿送到学校。快起床了，要迟到了啊！快。下午4点之前要来接她，为了把接送女儿的时间抢回来，我必须要比所有人都快。每天至少送完60单，每单不能超过10分钟。18号取餐。熟悉辖区内的每一个客户，每一栋楼，我知道在哪里上厕所不用排队，我知道哪个商户需要等餐，连每个红绿灯是多少秒我都能记下来，所有的时间必须精确到秒，才能不拖后腿。晚上8点以后，还有2个小时的代驾时间，这是我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候。坐进驾驶室，不用奔跑，可以看看这个城市的夜景。看着看着，约这么高，一小姑娘穿红裙子。朵朵，
朵朵，朵朵，哎呀，看不看到小女孩这么高，然后是红裙子？啊，没有没有。朵朵，朵朵，朵朵。哎哎哎哎哎哎，慢喝，少喝，最好不喝。碳酸饮料喝多了，长一嘴大黑牙，多难看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宝贝儿啊，你能不能跟爷爷说，你们家住哪儿啊？那是哪儿啊？就是那儿。呵，你这地方值大了，就是那儿，那儿是个哪儿啊？我得告诉你啊，孩子。你爸爸要是再不来接你，那爷爷只好把你送派出所了。爸爸会来接我的。嗯，我看未一准，你在你爸爸心里边没有钱重要。嗯，小嘴儿一撅，还真生气了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嗯，舅舅。手干嘛呀、啊、你？我孩子，孩子，别怕啊，他是你爸爸吗？哦，他真是你爸爸呀？哦，我什么告开？我什么告你不许乱跑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再狠的孩子，我告诉你，我报警，你信不信？你说你也是的，你这忙，你带不了孩子，你给我搁这儿来呀、啊？你搁我这，我给你看着，多悬呐！不怕啊，孩子哦，不怕啊、哦。行了，领孩子回家。回家。谢谢大爷。谢什么谢？滚蛋！我告诉你，不准吓唬孩子啊！朵朵今天跟爸爸一块去送外卖，好不好？你说好的周末带我去鸟巢玩的。你跟爸爸一块去送外卖，然后爸爸骑着小电瓶车带你去兜风，比去鸟巢有意思多了。真的吗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迎着太阳勇敢的去飞，至少不会让时光后退。来，朵朵上车，站好了啊，咱们准备出发喽！啊，出发喽！走喽！朵朵啊，咱们的首都北京好不好看呢？好看。嘿嘿。哎。超级像小飞机，那朵朵，小飞机要起飞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喽，加速喽！它是我们坚持的信仰。哎，你好，您的餐。哎，我说你这餐是从河北送过来的吧？还是你走着送来的呀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出了点事耽误了。我们这餐是从饭店送过来的，不是从河北送过来的。小朋友，你几岁了呀？六岁了。六岁了呀，小朋友，谢谢你给阿姨送的餐。啊，快跟阿姨说再见。阿姨再见。再见。不好意思啊。
啊？咋的了，朵朵？嗯，真乖。爸爸，我帮你拿一个。走。知不知道今天这顿餐是谁请的？爸爸呀。不对，是刚才一位顾客阿姨请的。今天见了很多个阿姨呢。你是从河北送过来的吗？有没有印象？他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呀？因为他看朵朵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所以说给爸爸打赏了50块钱。那以后我每天都跟着爸爸去送外卖。那样不好。为什么不好呀？因为我们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赚钱，不能只靠别人同情。哎，你好，哪位？哎，您稍等一下啊，您稍等一下，马上啊。哎，好，您说，建国路35号。理想大厦21层，2109，林先生啊，明天下午3点哈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您。谢谢啊。没事。爸爸也不知道难不难，只知道它很重要。有多重要？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考试通过了会怎么样？通过了的话，爸爸就不用送外卖了。不用送外卖，你会干什么？送外卖的话，爸爸就会有一间办公室，然后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了。坐在办公室，妈妈能回来吗？能。太好了，妈妈也回来啦！你说妈妈回来，她把你乐的啊！你个小没良心的，你是不是小没良心的？你就是个小没良心的你！爸爸一会儿进屋面试的时候，你就坐在这儿一动不动，听没听见？明白了，你都说了800遍了。红哥，到。爸爸，你紧张？啊？紧张？不紧张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就是这衣服有点勒的。爸爸一会儿进屋面试的时候，你就坐在这儿，一动不动，听没听见？知道了，你都说了801遍了。啊。先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啊，我叫李安全，今年36岁，老家是吉林省吉林市，然后来北京干外卖已经干了3年了，目前我是我们站点工龄最长的外卖员。做外卖之前还做过什么工作吗？
那我以前是消防员，合同到期后做过保安，开过大货车，也在老家干过饭店。我看了一下你的数据，每个月平均2个差评，8个延时，数据不好。是，但是外卖员有好多表现是系统统计不到的。那就说说系统没有统计到的表现。我干了3年，从来没发生过交通事故，从来没跟顾客发生过争执，也从来没给客户打电话让他提前给我点结算，也从来没偷吃过客户的餐。这难道不是你应该做的本职工作吗？是，但是。哟，怎么有小孩子进来？爸爸，我想上厕所。豆豆，你在那等爸爸一小会儿，爸爸马上就出来，好不好？走，阿姨带你去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他妈不在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一块儿过来面试来了。你送外卖的时候也带着孩子吗？有的时候实在忙不过来，我就带着。你觉得公司会允许外卖员带着孩子上班吗？我知道的确是不好。但是我没耽误事嘛，不是？然后公司也没有哪条明确说不允许带孩子上班嘛，不是？不管怎么说呀，你的数据确实不好。你觉得自己竞争站长的优势是什么？我们这些个基层送外卖的，每天走街串巷，然后啥人都能碰着，经常会碰到一些你不得不管的事儿。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些事儿不是太重要，但其实那只是因为没发生在他身上。但是我也知道，我因为去管了别的事儿，耽误了送外卖，那对顾客不好。所以说后来我都挨个打电话，特别真诚地赔礼道歉了。我的数据不好也是因为我去管了其他的事儿，但是我不后悔啊，也没什么好埋怨的。假如接下来我又再遇到类似的事儿，我还会管。所以说要是评选站长只看数据的话，那我好像的确没什么优势。你的面试结束了，谢谢。谢谢。爸爸吃。啊，爸爸不爱吃雪糕，豆豆吃。爸爸不高兴是因为考试没考好吗？爸爸也不知道考得好不好，但是爸爸一定会坚持。这次考不好，下次一定会考好。你之前讲救火故事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。什么救火故事？就是你救火被关在房间里出不来，然后撞门的故事。我朵朵真聪明。那是爸爸以前当消防员的时候。有一次啊，爸爸去一个大仓库里边救火，火越着越大，把仓库大门给封死了，所有人都出不去。当时爸爸就想，绝对不能放弃，一定要想办法。然后爸爸就去撞仓库里边的那些其他的小门。朵朵还记不记得爸爸一共撞了多少个门？11个。那为什么第11个门能被爸爸撞开呢？因为保管员叔叔忘了锁那个门了。对喽，嘿嘿。所以说，只要坚持，就一定有希望。爸爸这次没撞开门，下次一定会撞开的。一定会撞开的。
朵朵啊，朵朵，朵朵，哎呦，爸爸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天，王哥你咋来了呢？要不是今天我落了东西啊，我还真不知道，你小子胆儿挺肥呀、啊。把孩子一个人锁在这儿，自己干代驾去了。不是我，之前想跟你说来着，不怕你不让吗？这个把它放这儿，还挺安全的。朵朵啊，以后爸爸晚上出去工作，你就来伯伯这儿，伯伯给你讲故事，陪你看动画片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真乖。王哥，我嘴笨。我也不知道该咋谢你。拉倒吧，我是冲孩子，我不冲你。面试的事儿怎么样了？这次应该是没戏了吧？但是没关系啊，我这现在一边送外卖一边干代驾，挺好的。哎，挺好的一个机会。要我说呀，你这个人就是性子太拗了。弟妹的事儿，我从朵朵这儿都知道了。低个头，认个错，一家人他没有解不开的疙瘩。嗯，嗯，嗯，哎呀呀呀呀，我输了。嗯嗯，哎呀呀呀，哎呦，我输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兄弟，我喝酒从来没吐过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就在外边找个小三儿，我媳妇就要跟我离婚，你给你评评理，哪个有钱的男人不找小三儿啊？哎呦！别打女人听的。不是你他妈谁呀、啊？是不是你开的？喝多了吗你啊？不是我喝酒，我没开。车上都没有人，不你开谁开的？司机在这儿，司机在这儿。哪儿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他打你！我俩是跟你们什么关系、啊？我俩是跟你屁事儿啊！你打是吧？快少说！车你开的？是不是你开的？就是他。我你话呢？这在装啥？认不认啥车？我那前两天新提的路虎，他开的跟我没关系啊。今天非得你今天不拿钱包水，听了吗？找他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啊，是不是多？爸爸，不行，你代驾公司的，你这车竟然开车的，帮别人打架还替人家赔钱。爸爸这次没撞开门，下次一定会撞开的。别在那撞你了，这就是你要给他的最好的收获。爸爸，嗯，呀，来了，王哥。哎呀，你再不来我都睡着了。嗯，走了，走。哎，伯伯再见。哎，朵朵再见。谢谢哥。
爸，明天我到底能不能去鸟巢玩？我能带上我的小飞机吗？让我猜的，好了。谁让你们猜我家的？快喊！谁让你们猜我家的？谁让你们猜我家的？请！我们看规矩拆除。干嘛呢，老头？你本来就不应该住人。你干嘛呢你？不说是你家呀？把他拉走！我去！别走了！干嘛？滚蛋！该走了，我受了。妈妈。我住你家呀？我住哪？我住哪？我住你家呀？妈妈，该走，我住哪？我去欺负我爸爸。我住你家，别找事儿，来，我住哪？到那边去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住哪？哎，你今天是不是从卡上取钱了？出了点事儿。出了点事儿？出了啥事儿？这一下3万块钱没有了？说话呀！你是不是又办闲事儿了？这些狗拿耗子的闲事儿，我把卡放在你手里是为了给孩子应急用的，不是让你管闲事儿的。我干他家撞车了。怎么就撞车了？为啥撞的车呀？你儿子做这个手术会死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说话呢？2019年上半年，团团平台上的有单骑手达到295.2万人，同比增长16.4%。外卖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。外卖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送餐员，企业在帮助送餐员不断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，也要保障送餐员的待遇和尊严。而对于消费者来说，在接过外卖的那一刻，一个微笑，一句谢谢，都是对送餐员最好的关怀。面对大千世界，每个人都是一粒微尘；面对自己，每个人都可以是超级英雄。你是，送餐员也是。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再会。
带着孩子住报刊亭也不是事儿啊。我联系了街道办，他们可以帮你申请困难证明，给你和孩子找个住的地方。啊，我已经找着新地方住了，就不麻烦街道了。谢谢大爷，您还记着我这个事儿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有事儿你就说话，别自己藏着。哎，李哥，你和朵朵睡这个床。好，啊，房租咱俩一人一半啊。说这干什么？尽管住就行了。一码是一码。那个，不过月红有的时候会来待一会儿，你和朵朵稍微避一下。行啊，你俩啊，都生米煮成熟饭了都。嗯嗯。那跟你比我还是比较落后的，主要是家里人都同意了，催着我们会去结婚。那是要离开北京啊？这儿的生活成本太高了，想过个像模像样的日子太难了。行，你俩想好了就行，都不容易。李哥，那个餐，那个什么餐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收拾着啊，我去给你和朵朵买点吃的啊。好。超载了，下去吧，快点的。已有订单将在三分钟后超时。哎，老师，啊，是我。请问这个急诊观察室在哪？啊，在前面执行第一个诊室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老师，孩子怎么了？我也没让他跑啊跳啊的，好好上着课呢，孩子突然就晕倒了，嘴唇发紫，快吓死我了。姚医生，怎么样？幸亏来得及时，已经吃了药，一会儿就能醒。这种先天性心脏病，一定要尽快做手术。我看一眼。哎，还在休息，不能打扰。睁开眼。不能打扰。你有点事儿，你手头发工资？三个月没发工资了，不着急的话，我发工资借你。行，没事了。你小子咋有空来找我呀？其实休假没啥事儿，过来看看你，咋样最近？哎呀，不咋样。上个月我爸摔了一跤，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花十几万。行，没事啊，你先忙啊。安全，有事你说话啊。啊，有事，我再想办法。
袁泉，外卖员你不想干了是吧？你看看你这个月的数据，超时十次，被投诉了三次，这个月就剩三天了，别再出什么岔子了，行不行啊？否则你真要被末位淘汰喽。知道了。哎，马上到，马上到，好嘞，哎哎。哎呀，捡了，快点捡！来来，让小让小让小让。哎呀，我当过消防员，谁下得了我绳子？最好是攀岩绳，越长越好。我呀，快快快快！哎，麻烦一下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现场，可以看到一名外卖小哥已经先冲了上去，正在救这名小男孩。他手中只有一根绳子，场面十分的危险。我们现在继续等待着消防救援的到来。手都错了，快点吧，可以耽误你几分钟时间进行一个简单的采访吗？我送外卖迟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请问您刚刚冲上去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？我送外卖，我着急，我着急。麻烦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。谁配合我？我要做工作了。真的是好人多呀，好人多。哎，你好，您的餐到楼下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迟到了。我点的午餐，你送的晚餐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您的餐也到楼下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迟到了。你看看几点了，自己留着吃吧。手拉住了你坐车，右手踩八乱步啊啦，三人头啊，那鬼门关上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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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吃点儿，来呀、啊，先来看看，来看看。哎呦，还黄瓜，这个是卤煮糊。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知道我得意这口啊？大侠，滚，呵，最好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这玩意儿，这是。那还有酒杯吗？你看喝酒的人还缺了杯子了，自个儿拿去。好嘞。对，这大晚上的，这不是勾我馋虫的吗？嘿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大爷。说说，这是干嘛呀？咱爷俩先来一口。来一口就来一口吧。我口大啊。我一半啊，我一半。说说为什么？今天下午啊，我去送外卖。看着个孩子挂窗户上了，我就爬上去救孩子，然后就弄出来这么一堆超时，客户拒收。超时？对，客户拒收。哎，孩子救下来没有？救下来了。
局去。嘿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大老爷们办事儿，那就得办人事儿，办好事儿。就冲你这一举，大爷敬你一杯。来，没错，好样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月干的不好，然后现在公司实行什么末位淘汰制？我估计啊，到这个月月底我就得被开了。天无绝人之路。我跟你说，这么大个北京城还活不下你，怎么不是活呀？知道朵朵要做手术，这是我和月红的一点心意。谢了。我们走了。哥，我们走了。走了。结婚时候给我打电话啊。那份餐是我投的，兄弟财迷心窍，你别怪我。你俩结婚的时候，老子不给你份子钱，听见没？早上结了婚我再说。哎呀，怕疼。走了，哥。啊。昨天，一位7岁男孩卡在了家中的防护窗上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位外卖小哥从天而降。在孩子即将坠落的一刹那，他来老几位，老几位，我老老来来来来，咱家看看破啊！外卖小哥救人的视频在网上，这小子我认识，叫什么呀？叫什么？中国飞侠，这有称呼，中国飞侠啊！还有这称呼？俗啊，真俗啊！这侠那侠的多俗啊！那你说叫什么呀？看你 scare 哎，这不连泉吗？连泉上电视了。他走了整个城市，他救下了别人的孩子。可以啊。可是他自己的孩子那个要叫好意了，真的搞出来了。据我们了解，这位外卖小哥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急需一笔钱做手术。今天我们为他的女儿设立了专项救助基金，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就可以为这位中国飞侠捐出善款，送去温暖。网络时事热点，关注百态人生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速报。节目的开始，让我们继续关注为中国飞侠捐款的进展情况。几天前，我们在节目中发起了向中国飞侠捐款的公益活动，截止现在，累计收到社会各界公益捐款30多万。我们的记者已经跟团团公司取得联系，近日将会把这笔爱心捐款送到这位外卖小哥。爸爸，那不是你吗？爸，我怕。兔子不怕，妈妈爸爸去外边等你，然后做完手术之后咱们就去鸟巢，好不好？爸爸，我爱你。
小李啊，来来，说说你的工作吧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年纪有点大了，有点跑不太动了，然后身边好多朋友啊、老乡啊，也离开好几个了，加上孩子手术刚做完，我就想回东北老家休息一段时间，就在北京休息，可以吗？啊？现在啊，培训不缺人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来试试。当然。可是领导，我没文化，我。你身上有的，比学历那要重要的多。哎，你看一下合同，我接个电话啊。他们是这个城市勤劳的小蜜蜂，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，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千家万户。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梦想，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。他们是中国速度的驱动力，也是中国速度最真实的缩影。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外卖小哥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外卖小哥李安全，有请。谢谢大家啊！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卖员，我救了一个小孩儿，好多人因为这件事管我叫英雄。我不是什么英雄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我是一个父亲，我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儿，但是她得了一种病，需要好多钱才能治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有这么多善良的好心人帮着我一块救我的女儿。我替我的女儿和我的家人们，谢谢大家。大家捐给我们的钱，我一笔一笔都记下了，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的工作。最后我要感谢首都北京，感谢这个城市带给我的温暖和力量，我会记在心里一辈子。我坚信一切会更好，更幸福，更旭日东升。特别灿烂，谢谢大家。爸爸，如果小兔子不是懒觉的话，小乌龟一定会输。其实啊，朵朵，有好多事呢，输赢并不是很重要。小乌龟啊，虽然慢，但只要他一直努力爬，早晚有一天他会到达终点。那你说小乌龟赢的是小兔子吗？不是，小乌龟赢的是当初的自己。朵朵说是不是啊？我是从那个2016年冬天开始干的，我干的是冬天，人也少，
好多人都不干。早上四点钟出去，一下到了，可以静静说晚上十点吧。就三十天，天天14个小时。我跑过一次，跑过17楼，把我累的，我下来我坐着动都动不了了，可把人累坏了那一次。跑起来有一种自由的感觉，那空气都不一样。家里有什么急事，也不用跟谁请假，直接收工就可以回家。跑的时候有700-800、800-900的时候都有。人你跑天天都有钱，给我感觉的最起码这是个老板了，跟自己打工嘛。走了半路没有油了，碰到一个送闪送的，我拉下来，他用油管给我抽了有一块二瓶油，抽完了他也没要钱，他就走了。我帮助人，也应该的，一两公里没事，对不对？给人家拉过去，人家就可以跑单了。路边上人家用水泥筑了一个那个这么高的那个一个坎儿，然后那个前轮都顶到上面了，一下子摔倒了，直接滑出去大概有4-5米那么远吧。脚骨折了，我也没休息，我就拄着拐杖，我就坐公交车、坐地铁，我也不休息。他是刚生的孩子，小区都不让进的嘛。保险局跟那保安说了好多好话，进去了那大姐一看我，全跟他送上去了。你像那疫情这么严重，还跟他送上楼了，特别高兴，还给我拿了两个大红苹果，哎，把我美的。我们还有一个证，说我们是抗疫期间物资然后调送专员，感觉自己跟这个整个大的抗疫队伍然后挂上关系了。干过厨房，进过工厂，这个吧稍微好点，自由一点，钱方面也稍微好一点。我妈也就因为前两年得了胰腺癌，跟外面亲戚朋友借钱，那些医药费就付了有30多万了，做了3年了，现在还欠10万左右。我在重庆买的房子，自己也有车，但我最大的憧憬，我就是想带我一家人去西藏。因为我现在的责任就是给孩子一个好点的未来，就是希望以后爸爸妈妈能陪我特别长久。老有所养，然后幼有所教，这样的生活想想有时候都觉得挺美的吧。人一直在努力的话，肯定会越来越好。每个认真努力的人去努力工作，我觉得会实现的。带着孩子扮成浅笑容。